好，欢迎各位来到新一期视频。这期我来玩 SimSister Age， 就是邪恶边缘这款游戏。是谷歌上下载的，前几天限免。开始我们的游戏，开始吧。有点，下这个电话。Hey, I was looking for you. Where are you? Just heading south. I went to your apartment. All those articles and scribblings on your walls. After 5 years of searching, we're all worried about you. You need help.Mind your own business. I know where they are. I found out about an old mansion and I... What are you doing? You're going to this place? Let them go. I can't. I know they are alive. You're driving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going after that illusion. I don't... Listen. I'm almost there. I'll bring them back home. But you should... No. You won't talk me into coming home. I will find them. 这个男主角很中二。他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他那个不顾家人的劝阻硬要去探险。啊，来到的是恐怖的蛋。先来到这里。拿了一个桶盖。别老怕，这关键鬼是伤害不到你的。那但是今天我这期视频只能录个几分钟，不能全部录完。你这两天也很忙，要放进去。是吊上来放，然后找到一个这个管架，这发现幅画了一家三口的画。然后通过这管家可以开这里面，开这里墓地的门，锁就被撬掉了。看看这 ，Alias 1898到1912年 ，Sarah 1879到1913年，拿下钥匙。乌鸦的叫代表人。行，那再跳出来 ，Control and Stability。你看，我们这儿直接拿到了。跨界不一定就赚钱，哦、我今天就。好，那我们现在进到这儿来了。首先呢，再拿个锤子敲它，这罐。先来到右边的房间。钥匙，好，这保险箱里有个钥匙，得到了一个这个东西，然后呢，我们可以去把那个罐子敲碎。他就拿到了一把钥匙。那主角行走速度太慢了，又来了，真无聊。有什么好玩的呢？画着一幅他自己的肖像啊，这个戴着羊头角的肖像，看到他这四目相对的样子嘛，把它摆成那样子就行了。门锁上了，就是转动手机。好，再摆摊。大家就成功了，这是要转动手机了。然后可以能来到。这个门可以打开的，但现在没啥用，先来到这里。开局就送三个蛋，到处杀，全靠人。但很无聊，又是广告。那通过这把钥匙，我们可以出门了。它是一个无效劳动。
哦，这样钥匙可以解锁这儿的门了。水瓶掉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又一扇门解锁了，就这儿的门。这来了一颗绿宝石，对吗？哎呀，玩这种游戏，这种游戏算难度不大，对吧？它算难度没，肯定没那个什么 brother， 什么 brother wake you up 前一期还有那个 maze of nightmares 这个恐怖游戏，像黑暗欺骗一样难度那么大。那它这个，如果你玩游戏真的不想充钱，那你，装好了这个东西以后呢？然后根据声音的指示啊，来到楼下。你在这兜了一圈，什么也没发现。那再到这里，啊，锁的，所以我们得来到上面。主要是在右边的客厅里。想想，你卡住在这。右边房间去。那些，他做好惊吓准备，做好惊吓准备，我说了吧。偷看他的话了，他会吓你一次，但这房间没啥大用处啊。走好以后立刻离开，来到右边的房间。刚我卡住了啊，一下都忘了我之前思路。这时候就钟开响了。一停，这画掉下来，露出了一个 file， 所以之后解密的第一个通道。这又拿到一把钥匙，走人。那么这个大房间基本上就凉掉就弄好了。然后接下来就下面的房间，先去开哪个房间啊？开左二，一楼左一我们已经探索过了，就能拿到那颗绿宝石。不是才开这里呢，是开这里的。
送 VIP， 五件宝石协议拿，不好意思。就是啊，我们打开了这个门，然后我们再把钥匙插进去。我就是我们把钥匙画吧，画给撕开一块。这时候呢，来到厨房，厨房来到厨房干嘛呢？干嘛？你们说说看。拿一把锤子呗，把那个东西给撬掉。就发现这儿的水开了，诡异的开水。可是旁边多出来了一把螺丝刀，收了。收了以后呢，赶紧去哪里呢？去这里，再录，我还以为没录呢。然后赶紧去，哎呀，怎么走太慢了？你其实这走那么慢干嘛？不，这游戏走得慢对你没什么伤害啊，因为这游戏中没有任何怪能够伤害到你。哦，不是，走错路了，是那个房间。对，这个房间右二，由于没让你开，不让你开。这还看到这里一个房间，弄上去把这个给顶掉。错的，你看是怎么摆的？第一个上，三四上，五上，你就这样记住。哎，这怎么操作啊？就这样子，不转的往左边啊，然后就开了，那个就刚那玩偶形状嘛。这门不能开，但这儿的门开了。打开这里，拿到一个下界之心。这些什么东西？我们看看。Where the time cries out to you, where the silent observes wait, where the child will never sleep。哪里那个时间将会阻止你？哪里那个寂静将会使你等待观察？哪里孩子将会从来不睡？蛮可怕的。哇，什么鬼？我操，出来这个东西吓死人了，天哪。啊，这就出来一个数字 1， 就1。我们到底解密啊？啊，这就这个房间连通的。它解密数字对吧？有三个，五幺二，最后一个还有个二，二还没出来。那我来到这里，放上下界之心啊，拿到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是开那个左边的，一楼左边的。第二扇门的钥匙，这要记住，开一楼左边第二扇门的钥匙。
啊，不过这游戏操作慢有个好，就是我录屏的时候它能像班底与墨水机器它的速度很快的，但这个游戏的话我就操纵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费。哦，又来广告。好，我用钥匙打开了这儿的门，听到录音这个八音盒。门关上，然后恐怖事情发生。好了，这就是一个鬼话。再有一个词 to 看到了没有 to 这样我们应该是来到大厨房，有门关掉了才不怕。水来关掉，可以来到这里了，来到地下室，然后我们游戏马上就结束了。输入密码512，这也没什么好看的，就地下室，最后主角应该是死在地下室的。他这还是怎么操作呢？好，嗯，送掉。能再往右边走，这操控有点难度啊。好，这下门解锁了，我们就走进去吧。然后我们关卡就彻底结束了。然后接下来是制作者名单。Created by 这个人 Visaris， 这是2018年的一个新游戏 ，Jenkins Everett 两个人 ，Samuel Sealed， 然后接下来会有个恐怖的画面和恐怖的声音 ，Kevin Shirker，Special Thanks Michael Thornton， 这个是测试人员 ，or Michael Loach 两个兄弟。啊，接下来我要捂住眼睛了。Thanks for playing。那就门关上了。The end。打个问号。到底是 end 呢，还是一场噩梦的开始，还是一个时间循环的往复？哎呀，这作者不听别人啊。这游戏还有 VR mode， 你可以用 VR 来玩。更加真实。好，这期视频到这儿了。